你要剪，快一点！那你要用别的啊，你用别的。这样，太小了啦！那姐，这样。你叫我哥的。太孬了啦！浩哥，你有说，你这就是要去练习，你不练习，你就是要练习啊！那天我已经跟他说3次，我说我家没有，我就今天来，浩哥，我来练习了。可是我们今天就是练习，秉持着实验家的精神。老师，我现在要开始，然后我直接照那个，嗨，我直接照那个锅子哦，然后这样子，塞好了吗？塞好这里，都是我帮忙的。优秀哎！我当然，我是甜点达人。他其实只帮了我这么一次，然后刚好我在跟你试训。哎，我的泡芙一直失败，我真的很气馁。没有，等一下，哎，我的那个脚架。好，老师，我现在把它放下去，我要调速度几？中速好。哎，你先让它转。好。转。好，这样子。哎，这不剪进去我会翻脸哦。哎，人体。哎，脚架，你先等一下。喂。我就先把它装到那个袋子里面，然后是可以放冰箱的，对不对，老师？对，谢谢你哦，好哦，好哦，谢谢你，拜拜，拜拜。哦，谢谢脚架。哎呀，它怎么还是那么湿啊？剪刀在哪里啊？那个我这边的那根剪刀嘞？对。黑色的是不是？对对对，走，帮我洗一洗，要剪，快一点！那你要用别的啊，你用别，我给你了，白痴哦，来来，我给你，这样用，太小了啦！那姐，割大一点，这样割，这样，哎，你剪太大了。你叫我割的，太孬了啦！换一个，怎么换一个？不要哦！太大了嗎，哪里太大？你再讲100遍。我刚救了你。